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最近我捡到了一台日本 Sony 的 MD 随身听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 MD 呢？我只用过 CD 音响还有随身听，有听说过 MD 啊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见过。今天我们就来把这台机器拆解开来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。这个是 MD 的碟片，其实就是一张缩小版的光碟片，放在一个塑胶保护壳里面，有一点像是电脑 3.5 寸磁碟机的磁碟片。MD 的耳机，还有它线控的接头，上面都有明显的镀金。那接着我们将它拆开来看看，这是一颗 Sony 的原厂锂电池。台线的接头在灯光下观察，看起来比较像是镀银。外壳拆开来，里面的电路板上面有大量的晶片，另外还有一些镀金的区块，耳机线与音源线的接孔都有镀金的痕迹。那我们再往下继续拆解。最后我又从机器里面拆下来几块小的电路板，MD 虽然是旧时代的电子产品，但是电路板上的电子零件多到让我有一点意外。Sony 产品的品质确实很棒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零件的关键部位都有镀上一层抗腐蚀的黄金，捡到这台随身听算是赚到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